格格驾到，林心如、赵薇都素颜现身机场，43岁依旧美得不相上下。《还珠格格》这部剧真的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，甚至基本上每年都承包了湖南卫视的暑假档。熟悉的当响起，才给人一种真的放暑假的感觉。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《还珠》都播出20多年了，而当年守在电视前追剧的我们，都已经长大成人，甚至都有的结婚生子了。当年的白月光紫薇格格也和霍建华结婚生子，43岁的她依旧是当年的女神模样呀。近日素颜现身机场，状态十分的好，有颜还真是任性呢。手提的粉色包包，一看就是林心如的 style， 果然不粉嫩不心如呀，本质还是个小女孩，少女心满满。